同样的衣衫，同样的笑颜，和你手拉手转圈圈。品尝着爱情的甘甜，点熄了我的皎洁，亲吻鲜花和誓言，月亮星星照耀，只想陪你一起看，胸口给的心爱，拥抱给的温暖，可不可以约定到永远。说吧，把我叫来什么事儿？我已经把所有酒吧的会员卡都退掉了。行，第二项。我现在就拉黑他们。再见了，娜娜。再见了，娇娇。再见了 ，baby。我会想。我不会想你们的。再见。那都删了，我信你。不过以后再让我发现你手机有不该出现的东西，你懂？我懂，我懂。继续吧。我江少凯今生只喜欢洛小溪，立此为誓，如果移情别恋，天打雷劈，断子绝孙。那我发了。你不会只设置我一人可见吧？绝对不会。小溪，你让我做的三考验我都做到了，可以了吧？表现不错嘛，走，喝个小酒去。啊？不好吧，大白天的。你去不去？去。走，那么多废话。解除作品与劳动合同协议书。轩轩，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年轻人做事要沉稳，你可不能这么急躁啊。这个就当我没看见，你赶紧拿回去啊，赶紧拿回去。社长，你就别后来这套了。哎，你再考虑考虑啊。那毕竟你在咱们文学网都这么多年了啊，咱们的合作这多么的愉快呀。有什么用？人家苏简安是大老板的夫人。社长您就别说了。哎呀，这是两码事儿吗？玄玄啊，你这文学创作那讲究的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嘛。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有苏简安在，哪有我的出头之日啊？你真的要走啊？啊，你就不念咱们多年的情分了？合同在这儿，等您签字，违约金我一分都不会少给你。明天我就让人来取。哎，雪雪，哎，雪雪，雪。社长，社长，明天我想请一天假。啊，知道了，知道了。社长，是玄玄姐要解约吗？她不是写的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哎，多年栽培，那去给别人当了嫁衣，这十有八九是那春江文学网的暴走，啊？哎。现在陆太太也不更新了，玄玄又走了，咱们文学网女频的优势看来不保了。哎，小雅，
你不会也离我而去吧？社长人很好啊，我干嘛要走？下雨加薪，下雨加薪啊！谢谢社长。怎么了？没事。你现在写怎么样了？还要几天呢，我想一次性的把这个新的小说更新完，然后做一个爆炸的效果。我觉得是个好想法，到时候再配合文学网的全站推广，楼宇、汽车、地面广告，做一套整合营销，效果肯定更好。伯言，我想用好的内容去吸引读者，如果读者们喜欢的话，自然会口口相传啊，而不用去打广告或者是买流量。我也想看看读者们真实的反馈。读者的真实反馈？对啊，想看看哪里写的不够好，然后再努力的改进。那我之前给你想的桥段够发糖吗？读者们会不会觉得太老套太重复了？那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呀？累了的话，不如早点休息。喂，你干嘛？我还没有写完呢。明早我们一起来找灵感吧。这也太甜了吧！哎，陆总，我们要不要帮嫂子推广一波啊？简安说过，他想靠自己的努力。不过我想，小说正式上线之后，做口碑营销传播一下，还是可以的。明白。更新了，
简老师，今天方便过来一趟吗？我这就过去啊。恭喜简安！恭喜恭喜恭喜！社长、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陆太太，你看你，也不多休息两天，你就这么着急更新小说啊？啊，你跟你先生简直一模一样，那太敬业了也。社长，您还是叫我简安好了，这样听上去比较舒服。好好好好，简安简安，简安姐。你的小说一更新就冲到女评榜第一，你真厉害。下面我正式宣布，苏简安正式晋级为咱们文学网的白金大神。哦，谢谢社长，谢谢大家。简安老师，嗯，我记得出版小说是你一直以来的目标吧？嗯，对啊。按公司的标准，我们可以开始预定小说了，只要2周内那预定量超过10万册，您就可以正式出版您的实体小说了。要10万册的预定啊？哎呀，钱老师您多虑了，你的小说点击量那现在都快破亿了，那10万册对你来说三随呀。啊，奥特星人，你在吗？在，王主。我的小说终于有机会出版了。这是好事啊，你努力了这么多年都是应得的。可是按照公司规定要达到10万册的预订量，我这心里总感觉没谱。自信点，你现在可是女评榜第一的作者，没问题的。真的吗？当然，别忘了你还有怪兽联盟的怪兽们呢，现在每天都有很多人申请，10个超级 Q 群都满了，我都要忙不过来了。哇，怪兽联盟1到10群。谢谢你一直支持我，还帮我维护怪兽联盟。谢什么，只要你能继续发狗粮我们就很开心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的小说马上就要开始预定了，要是2周之内能够突破10万册，我就可以出版了。我觉得这没难度，我老婆肯定行的。鲍总，就苏简安那文笔，他居然还好意思出版小说。就是啊，凭什么呀？他跟你没法比。小燕，你在我心中，你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个就言情女王，真的。鲍总，你可得帮帮我，好了啊。哎呀，璇璇呐，有什么事儿，我能帮你，尽管说啊。按陶然文学网的出版标准是10万册预定，我要和苏简安同时预售，想出书，没那么容易。你看，言情女王陈璇璇新作《王爷的落跑宠妃》以及小怪兽苏简安的小说《陆少的暖婚新妻》两部小说将会在同一天进行预售。言情女王与甜宠新锐的对决，两人究竟谁会笑到最后呢？敬请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你说这个陈璇璇太让我失望了，都怪我管教无方。你说这人走了还老给您添麻烦，现在居然还要开启什么同档区预定，那太放肆了。哎呀，社长，其实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不用管他的。那你是不知道啊，啊，那他听说还请了什么国内著名的设计师去帮他设计封面造势，还进行了什么什么好多捆绑促销活动，这不是摆了明要跟咱们争读者预订量吗？哎呀，不至于吧？你不用担心啊，这件事情我们会想办法，我陶然文学网愿与您共存亡。社长，你这也太夸张了，我相信读者会喜欢更好的作品，不用弄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现在的社会啊，那是好酒也怕巷子深，到时候我让江少凯全权负责你小说的宣传工作。哎，他人呢？啊，他呀，说是前两天喝了顿小酒，喝猛了，把腰给扭了。他明天就来上班。哎，怎么了？哦，没事。啊，社长，要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回去了。啊，好，好。那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共存，共存，共存。拜拜。共存，共存，共存亡啊！简安，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小说宣传的事情。你该不会是在担心陈学学那边吧？这倒不是，我看了他的作品，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嗯。不过我在想，第一本小说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比如我们一块设计这本小说的封面。这样，就是专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了。对，那我去准备一下啊。自己设计确实比请人设计有意义多了。是的，我们在悄悄上演，小说里甜蜜情节。吻我的脸，靠在你的肩，品尝着爱情的甘甜。点熄了我的脚尖，亲吻鲜花和誓言。我宣布，陆少的暖婚新期正式开始预售。我们今天将全网监控预售情况，请看大屏幕。现在备受关注的小怪兽苏简安的陆少，以及言情女王陈玄玄的王爷，两部同类的甜宠小说已经是同步开启预售了，其背后的两家网站可谓是各出奇招，线上线下两部小说的宣传竞争如火如荼。据都市早报报道，陈玄玄的王爷联动了知名电饭煲品牌，打出了吃糖要甜，吃米要香的宣传口号。随着促销活动开展，陈玄玄新书《王爷》的预订量迅速拉高。反观陆少这边，刚刚发布了最新的宣传视频。没错，封面是我和简安一起设计的。那两位可以给我们现场演绎一下封面的动作设计吗？陆博言果然亲自为娇妻助阵，接受采访时更是突撒狗粮，甜到爆炸。虽然王爷使出浑身解数，但这预订量好像完全无法与拥有良好读者口碑的陆少相比。现在陆少突破了50,000大关，将陈玄玄远远甩开。简安，不用谢我。以简安现在的水平和读者口碑，
陈玄玄肯定比不上的。按照现在的趋势来看，最晚后天肯定能突破10万册。但我得提前恭喜简安老师了啊，咱们也开始提前准备实体书的印制吧。啊，哎，各位别急，我们还有大招。最新消息，舒适丽人全国各大门店展开了预定陆少的暖婚新期享内衣五折的大促销活动。这是要破文学网记录的节奏啊。这是苏氏丽人亲自为小说制定的捆绑销售活动，接下来有请苏总。哇，这什么情况啊？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啊，闺女？你这个是什么内衣捆绑营销啊？不懂，我闺女第一本小说那必须大获全胜啊！不用谢我啊。赶紧给我撤了。为什么呀？这效果这么好，我还准备持续一个月呢。什么？一个月？我说你这个就是趁火打劫，你是不是想借着我的小说来卖你的内衣啊？没有的事啊，告诉你，这个点子我是想了一夜呀。简安，爸呢也是一片好心。爸，我就替简安谢谢你了。还是我的女婿懂我啊。鲍总，你再给我追加宣传费。玄玄，现在的情况你也很清楚，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康总，韩小姐已经回到陶然市了，电影之后的宣传配合工作我已经和她沟通好了。好，宋宇，在剧组这段时间你辛苦了。康总，您这说的是哪里的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宋宇，做人做事要无愧于心，哪些事儿该做，哪些事儿不该做，你要懂得分辨。对不起康总，我知道错了。知错就好。姐，你回来啦。月月，苏简安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没？听说苏简安要出版小说了，还和另一个作者在打什么擂台。哦，陆总还亲自和他一起画了小说封面。陈玄玄，便宜你了。苏简安，看来你得罪的人还不少，那就不要怪我了。苏简安婚内劈腿出品人康瑞成，两人深情对剧本，视频实锤。苏雨露感情早已破裂，甜蜜人设只为炒作。陆少甜宠骗局万人推定。邓小新，起床了，都几点了还在睡？哎，早餐都变午餐了，起床。简安的小说今天应该已经突破10万册了吧？我来看一下。
我去，什么情况？一大早吵什么吵啊？你看，简安的小说被退订了。啊？未来，所有人都有光明而自由的未来。我可以出来证明，简安是清白的。我当时是在跟康总对戏啊，而且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应该是韩若曦偷拍的。现在的舆论对简安的形象十分的不利，你们看，退订的人数还在增加，嗯，距离出版的目标越来越远。闭上你的乌鸦嘴！其实我可以发表一篇声明去澄清的。只是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一份单方面声明意义不大呀，而且水会被越搅越浑。韩若曦这个心机婊，气死我了。而且啊，简安，现在我觉得已经不是够不够出版预定量的问题了，陆总那边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那我去找一趟博远。康总，康总，苏老师他怎么了？未来，所有人都有光明而自由的未来。陆总，已经在联系媒体删除视频了，但嫂子小说的口碑却很难控制了。以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澄清的意义不大。您的意思是想联系康瑞成？以现在的情况，必须要三方共同澄清，才能减轻负面舆论，减缓退订。博言，你没有误会什么吧？是有点不高兴。当时的情况是，我的智商还没下线，这很明显是你们在对剧本的时候被偷拍的。我在想，应该是韩若曦做的。谢谢你啊，简安，不用担心，事情总有办法解决的。康总，苏老师，陆总，你是为简安的事情来的吧？嗯。康总，这件事情是因你而起的，我觉得你理应承担起所有责任。的确，这件事发生在我的剧组里，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过来向陆总还有苏老师道歉。所以你要怎么处理呢？我建议我们三个人共同出面澄清，才能将流言蜚语制止，以正视听。谢谢你啊，康总。不用谢，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事。那拍视频的人你想怎么处置呢？如果二位能够相信我的话，并愿意给韩若曦一个改过的机会，我愿意单独跟韩小姐交代此事，若有再犯，我瑞金集团也容不得品行不良的艺人。那就封杀吧。既然我太太不想追究这件事，那这事儿就算了。那么明天公司见吧。谢谢陆总，苏老师，明天见。Thank you.
康总，您对网络上出现这样的视频作何解释？网上流传的视频，事发是在电影拍摄期间，截取的是一段我和苏老师对剧本时候的状态，所以，我今天特地带来了剧本，稍后供大家查看。同时，大家可以等电影上映之后看到这场戏的桥段。所以，网上的传言并非属实。苏老师是我十分尊重的人，也是十分优秀的编剧和小说家。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一个真相，还读者们一个真相。苏小姐，真的是这样吗？嗯，是的，康总一直都是我非常尊重的合作伙伴，所以网上的流言都是造谣。苏小姐，这件事情会不会对您和陆总的感情造成影响呢？我跟我老公的感情一直都很好，他非常的支持我，而且给我很大的空间，谢谢你老公。陆总，那您会如何处理这件事？那些偷拍和散布谣言，还有损害我妻子声誉的人，我一定会查到底的。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麻烦各位如实报道。我还有问题。苏小姐，您身为陆总的妻子，明知道两家是竞争关系，为什么还要去康总的剧组呢？首先，我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其次，我跟康总在一些理念上非常的契合，很多问题都能够一拍即合，所以我们的合作非常的愉快。那照您这么说，您和康总是属于灵魂伴侣的关系了。那陆总呢？康总，您明知道苏小姐是陆总的妻子，还深夜与她对戏，惹人非议，您难道不知道有个词叫做避嫌吗？陆总，苏小姐去康总剧组，孤男寡女深夜对戏，您又作何感想？什么的？请问你哪家的？脱下大人的外套，只想找到你依靠，借我孩子的笑。Yeah, 对你我没有做不到，多远只要你说需要，出现就下一秒。你剧本的初稿，我温柔的圈套，怎样你才能收到心动的讯号？我不懂你骄傲，只想要对你好，偶尔的吵吵闹闹，和月海有笑。你剧本的忠告，是和我一起老，警告所有的烦恼，别来凑热闹。谁能代表想对你一起好，耳边的唠唠叨叨只需你来找。